就别问那谁，从何时你学会洒脱面对。上一集《中年好声音三》决战大湾区，唯一得到五登嘅参赛者潘少麟，评审一致赞佢唱歌话声好正，但系一开口讲嘢就完全系另一回事。头半首歌来讲，我觉得是大湾区的参赛者里面表现最好的一个来的。因为你有一把食烟的讲嘢声，但是可能如果你食少啲烟，你唱歌把声会更漂亮的，可能会。刚刚全部一致都赞你把声好好听。我自己听自己声音的话，我是不觉得的。这个是一个都是很科学的讲法来的。听人家把声音的情况下 会辨识到人家的好坏，又优又秀。但是我自己听声音我没感。真係無感，所以嘅話，我好多謝大家覺得我的聲音係好聽。五盞燈呢個咁燦爛嘅結局啊，我都意外不到。咁然之後佢哋俾嘅係好中肯嘅意見，同埋都係對我好有用嘅一啲知識點，同埋令我可以進步嘅東西。以四登入围的林立峰得到毛启贤老师即场示范教学，连婉婉都加入帮佢一把。你睇到我身嘛？我系 push 紧佢嘅，所以你要用你嘅身，用你嘅律动去帮助你把声，将佢逼出嚟。你做俾我睇下。喂，唔係向口啊！天字同叉字，你試一次嘛。常在暗恋你，想你，等你，我的眼神泛滥，像爱情能令天知道，他知道，应知道，都知道。明系咪咁啊，老师？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。完全不识粤语的陈恩，偏偏要唱广东歌。老师们指他拣歌任性，影响表现，但是真怒得又反而欣赏他而加分。想补灯的感觉，而家补啦吓，补啦补啦，冇办法。哎，谢谢老师。咁老师咧就话你任性，你同唔同意呢？其实我同意，因为我是喜欢粤语歌，所以我才去选择。下次一定听老师的指导。仲有努力啲学广东话，咁就可以唱粤语歌啦。这个也是，对，我多努力学一下广东话。